20日之后，有一班火车由上海直通成都。呢班火车上嘅乘客非富则贵。火车一到大河床，你哋就劫车，大家女英外合。呢班火车上嘅乘客非富则贵，最重要嘅就系打劫一列火车就可以发达嘅话，话知佢会有百万大军追嚟啦。 咁而家鎮上由邊個話事先？好！乜都唔做，做賊，仲殺人放火添！